Hey, 大家好，今日由我哋四季日一宇泉地产介绍一个位于大埔嘅翠怡花园。今日介绍一个属于 B 座单位，建筑403尺，实用系321尺，属于两房一厅嘅户型。好，先先带嘅大家入去参观一下先啦。前业主已经全屋翻新咗，咁啊。先請大家去嗰個廳參觀，個廳非常之市井，景觀係開揚，望到明前景。好，跟住大家去望望個客房。客房非常之市井，光線充足，景觀是屬於遠的樓景。好，客房隔離是主人房，景觀都是屬於開揚的樓景。主人房多一邊窗，同埋有個衣櫃位。好，主人房隔離係一個洗手間，前業主改咗嗰個企缸。呢個洗手間有窗嘅，非常之光猛。洗手間隔離一個係廚房啦，非常之新淨，有雙頭主食爐啦，抽油煙機，同埋新淨嘅儲櫃，預留一個洗衣機位啦。呢個單位係放售為主嘅。如大家對於單位有興趣的話，請聯絡我哋四季廿一宇泉地產咧。多謝大家收睇。